零舍开心嘅啫，因为又可以同大家一齐睇喜剧之王啦。你哋开唔开心啊？咪住，我突然间发现好似少咗一个人咁嘅。王阿玛咧？王阿玛？王阿玛你喺边啊？你唔使叫啦，你阿王阿玛今日唔会嚟噶啦，今日呢个场是我的。大胆妖艳，讲你收埋咗我王阿妈系边个？你系边个？我就是上吉天神、下吉衰神的袁妈妈。我跟你讲，你王阿妈琴晚已经俾晒我啦。我王阿妈俾咗啲咩你啊？佢啲钱又俾晒我，佢个场又俾咗我，最尾连个人都俾埋我。不过个人就差啲，而家喺屋企瞓紧。你个大胆奴才，你竟然谋权篡位，人命啊！狗头仔，细女唔俾啲厉害你，你唔知除噶你，吉死你，吉吉吉吉吉死你，吉死你，吉！哎呀，系吉我啊！你唔好逼阿摩摩出绝招啊！你重有，我同你讲，你唔好再整甩我呢支啊！重有。仲有啊！我同你讲，妈妈，大家都自己人嘛，咁就乖啦。系啦，唔好下下攞支针过嚟吓人至得噶。系啊，好唔好啊？你变翻啊，远星航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啦。系系，挺直胸膛讲嘢。拖嚟报道，大家多多关照。欢迎星航哥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最紧要开心。大家都咁开心啦，不如一齐嚟开心地睇下我哋嘅竞演规则啊！竞演规则，每场有五支团队同台竞演，最后由现场嘅300位大众评审投票，两场票数相加最低分者将离开喜剧之王嘅舞台，新嘅团队会加入竞演。阿母，系点啊？你同你妈关系点样咧？哇，梗系 friend 过打 band 啦，即系不嬲，我同阿妈咧，同啲长辈咧都好 friend 嘅，唔会有啲咩隔阂之类啲嘢咯。唔系喎，但系你个样好似系同啲长辈有代沟嗰种啊，即系你哋会唔会咧表面上就好 friend， 实质上咧你阴佢一下佢入你嘢嗰啲咧？傻猪嚟嘅，点会咧？你以为啊？你睇下嗰边，嗯，有请嚟自广西嘅杨建伟团队。师傅，妈想问你几个问题啊？妈。你有什么问题你问啊，你搞得神神秘秘的。妈想问你，这段时间你早出晚归的忙什么了？我也没忙什么，我陪我闺蜜逛逛街啊，吃吃饭啊，遛遛狗啊，放放鸡啊。你闺蜜啊？哎，前天我在超市门口还碰到她，她问我你在干什么，好久都没见你了。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啊。啊？周六晚9:40，老地方不见不散。妈没有的，不是这个意思哦。豆浆还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哦，他嗯，非常感谢你这几天的辛苦排练。周六晚9:40，喜剧之王播出啊！你去参加那个喜剧之王啊？嗯，好啊。呀，你早说啊！啊，妈，我是怕你不高兴，我去参加这种，所以我就没告诉你。哎呀，我怎么不高兴呢？啊，我也是喜剧之王的忠实粉丝。真的啊！哎呀，对了，下次你去呢，你如果碰到那个杨建伟啊，你帮我跟他要一下签名，我好喜欢他的。其实啊，我也喜欢他的。啊哎呀，这一年一度的十大人物孝心评选马上要开始了，我们这个小区的街坊邻居啊，都一致推荐我们的杨嫂为最佳的候选人。
但是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杨嫂以前呢，她对这个婆婆是一点都不好。哎呀，她那个婆婆瘦的呀，哎呀，算了，我都不忍心说下去了。但是呢，经过大家的帮助和教育之后啊，这杨嫂呢是一年一个新台阶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就要来采访一下杨嫂和她的婆婆。杨嫂在家吗？杨嫂，搞的。哎呀，主任呐，你来啦！哎呀，来，进来坐。啊，好嘞，好嘞。当粉丝。嗯。哎呦，杨嫂今天很亮嘛。哎呀，知道你来采访，我才穿的这么漂亮的。平常在家穿的都很低调。低调。嗯，就是低胸吊带。杨嫂，婆婆呢？哎呦，我婆婆知道你要来采访，早上5点钟就起来化妆，又纹眉毛，又抹那个白白的那个什么霜啊，现在还没磨蹭完呢。那麻烦你叫她出来吧。啊，您等一下。好嘞，好嘞。妈，妈，媳妇，那口红呢？哎呀呀，什么口红哦？你放哪里啦？主任来了，快点快点哦！啊，来啦来啦！哎呀，头发都没梳，哎、乱糟糟的，乱就乱点嘛，凌乱美嘛。哎、阿姨好，阿姨好。王主任，你来啦？啊，哟，阿姨，你还认得我啊？哎，那美女主任谁不认得？你就是化成灰我也认得。啊？不是。我意思是说，你经常托梦给我。不是，主任哪是这个意思？我妈的意思说，原来你来采访我们，后来你走了，但是呢，现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。对，就这个意思，我们永远记得你，就那个意思啊。哎，主任，走。哎呦，阿姨，你今天穿的也很亮啊。哎呀，知道你的家访，可以打扮的。平常我在家。我也是很低调的，你也低调啊？比媳妇高一点，年轻时候比她低。哎呀，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！啊，来坐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大哥不在家？不在。你想怎么样？不想怎么样，我就是说一起来采访一下。哎呀，我那崽哪有空，天天在外面忙啊！那你采访我们就得了，我们就准备好给你采了，想怎么采就怎么采了。那行，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采访哈。准备来，真是采访啊！亮吗？还不算亮吗？照相呢，晚一点再照。我们先采访，好吧？哦，先采访，是早说嘛。哎，主任呐，你说，你看我媳妇怎么样？杨嫂不错啊，不错吧？不错，街坊邻居都说她好。嗯，你就跟评委说，如果这次你不评我媳妇的话呢，我做鬼我都不放过她。不是这么说，哎，主任呐，我妈那个意思是说啊，像我这么温柔贤惠的。是吧？如果这种什么孝心人物我都没选得上，还有哪个选得上？我就是想问这点。啊，杨嫂，话也不能这么说。那你想怎么说？我觉得吧，就是咱们可以聊一点详细的，好吧？哎呀，主任，你看呐、啊。100多斤都摆这里啊，还不具体啊？哎，妈，我来具体的我来说。是的，来，你坐下。那主人呢是这样的，哎呦，以前呐、我不懂得孝敬老人，当时啊，我妈呀，哎呀，我心里面就有那种障碍。我说你都那么老了，你还不啊？你还活得那么潇洒吗？是吧？哎呦，有什么好吃的我也不给他吃。我就饿着他，隔三差五给他吃点粗粮，哎呦，野菜啊，就这样，挖点野菜给他吃，他不懂得孝敬老人。大时候我妈瘦得哟，你就去动物园，她蹲在那里，你都分不出哪个是妈老，哪个是我妈。瘦的，哎呦，当
时看得我这个心呐、啊，我也有老的时候啊。虽然我现在很漂亮，可是我一老了，青春就像小鸟一样，就不回来了。我也像我妈一样，是不是没有人照顾，那怎么办呢？没有人疼爱怎么办呢？想到这里啊，我这个心呐、啊，是歪就歪，我就想起那首歌。感恩的心，感恩有你，就那种，哎呀，我回来我就改了，我一定要改掉我这种坏毛病。所以呢，我对我妈就特别好。对对对，你看，自从我妈啊科学喂养以后啊，科学调养以后，你看现在她肥肥的、圆圆的，那个脸红 fat fat 的，哎呦，现在来的不是时候。天气热点，你来看看，保证它滋滋往外冒油。不过杨嫂确实越来越好了。这妈我都说半天了，说两句。总结一句话，媳妇好，婆婆就好。对，家有一老，有如一宝。做女人挺好，耶、yeah。这个婆婆，这个杨嫂，你们说这是广告词？哎，杨嫂，阿姨，照相快点！你们照相啊？照相我都说了，后面我们好好照，好吗？啊，我们都练好久了，这个摆了半天、哎，会有机会的，会有机会的哈。好了，那个刚才杨嫂说的很好，但是呢、啊，我觉得婆婆这边也可以再说的具体详细一点，好吧？啊、详细是吗？对，来我来说。哎呦，主任，来，好，说这个三天三夜我都说不完。来，您说。跟你说啊。现在我媳妇对我好的呀，我都不习惯呢。你说啊，她天天早上起来煮一锅东西，完了自己装一碗，哗，再扫一口啊，先尝一尝，咸了、淡了，热了、凉了，合适再给我喝。还有，哎呦，天天烧那个热水，烧来烫我，哎呦，烫得我吱哇乱叫，哎呀，舒服啊，舒服、阿姨，等会儿，你说她烫你。烫哪儿这么舒服啊？烫脚啊，烫脸你会舒服啊？啊，还有，来，我跟你说，你说我们年纪大了，人呢连接也松了，睡觉打呼噜，哎呦，那呼噜声我都不好意思，吵得连隔壁邻舍都搬完。我婆婆那个呼噜声，那不是一般二般的。你见过那个飞机起飞吗？见过。飞机起飞怎么样？我婆婆那呼噜声就怎么样。就那种。哎妈，要不你打两声给主人听。不用。一拜走。行了，阿姨哈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在状态，不在状态，对不对？挺好。那要不你想感受的话，哪天你来跟他睡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？我就那意思。哎呦，但是呢，别人觉得这个呼噜声是噪音，我觉得我婆婆的呼噜声，就像百灵鸟儿在歌唱。哎呦，是美妙的歌声。他打呼噜嘛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老人睡得香，睡得稳，心宽体胖，说明我们做儿女的孝顺，就这意思。哎呀，这个杨嫂啊，阿姨啊，我觉得呢，你们今天说的哈，虽然不是太到位，还不到位啊，但是呢，我在你们的身上哈，还是看到了很多的东西啊。哎，完了，没扣好啊。哎呦，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说的呢是我在你们的身上，我依然看到了家庭和睦爱当先，孝敬父母代代传的这种精神。精神啊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看到什么呢？精神就对了。你看现在我们呢、啊，那个物质上啊，那是可以的，精神上我们也得跟得上才行啊。对，所以我们不断的在追求精神生活。说老实话，我们两个经常跑到广场上跳广场舞。对，我们来一段，来，妈妈，你来，你看上你那种精神追求，来，预备起，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
这么爱你都不嫌多，那边哦。有有有，小心小心阿姨。哎呀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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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去，还不行。好了好了，状态，再来一个。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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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位啊，我还要把今天记录的这些啊，我回去要好好的整理一下，所以呢，我赶个时间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好吧？吃完饭再走吧。不用了，不用客气，不用了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那那有什么需要我们补充的？你。好嘞，我随时联系你们，好吧？好的好的好的，再见啊，再见了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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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哎呀，钢管舞都没得跳，我都练了半天。每次来都不吃饭，那么客气。是啊，哎，不对哇，刚才说要照相，照了没有？没有啊，你赶紧找回来啊！我穿的那么漂亮，他不照相，浪费。主人啊，哎，我也去，一起把他找回来。去了，哎呀，去去去，你去，你走得慢的，快点啊！你慢点，你走得不方便啊！快点，慢点啊！哎呀，主人。再次有请来自广西的杨建伟团队登场，饮手。哇，是不是因为女人多人去抢的手嚟摸多啲？大家又睇翻上个星期嗰集咧，就发现啦，今日的呢一集小品咧，咦，原来上个星期嗰集是续集嚟嘅喎。啊，我婆婆不爱吃鱼哦。你怎么就知道他不爱吃鱼？我都不爱，他怎么爱呢？哎呀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呢有牛奶了，应该给婆婆喝。我喝鹿奶。对对对。第一集是说我不孝顺，是。这一集说我孝顺，那不有进步吗？对，给掌声。不说别的，长相都进步很多。越长越漂亮，谁敢说我不漂亮？我们这样子好不好？四个女人呢？都来摆个 pose， 给个眼神，我们看看谁最骚，好不好？一个一个你来，一个一个来，播音员先摆个那个。主持人先来，主持人。不用你教人家一个女人，还用你教来摆 pose？ 我们女人之间探讨点什么东西，都有你这男人在插嘴。你演，系你演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呐？你演。来，我都气坏了。导演啊，换个女的吧，真的，我都受不了这样的。淡定，好，女主播先来，预备起。啊，你注意一下，就是含情脉脉，不是找贼。摸，来往前一步，往前一步。你怎么去勾？别家的你也教，你妈你也教。老，你演。好，预备起。平常你怎么对隔壁的老头呢？我需要啲音樂。我這個還不好嗎？這種呢，我這種才好。你們看，回眸一笑啊，各位。我諗起一句説話。杨老师一回头，吓死电视台一群牛啊！我就是在人群中都看了你一眼吗？对对对，你说的都是对的。对，好。宝宝说啥就是啥 ，OK 啦。咁我哋头先咧亦都简单嚟咗一 part 演技大比拼啦。咁啊，睇嚟毛毛系完全唔输嗰三位专业。系咪我好啲啊？系 ，OK。啊！谢谢，多谢晒杨建伟老师，多谢晒你哋。製全屋家具的上品集配提供，拿起手機參與我們的微信搖一搖，贏取豐厚的大獎，玩與 TV 互動，揀你喜歡的明星嘉賓，盡在喜劇之王專區。節目的高清版以及精彩花絮可以來到我們的荔枝台 APP 收看，搜索微信公眾號珠江駕到，更加有機會贏取我們現場錄製的門飛。更多的視頻互動請關注觸電新聞 APP。你平時會唔會都經常單獨去偷歡咁樣出下外咁？我單獨偷歡咧，我就唔會嘅，不過我都經常會去旅行下嘅。啊，咁有冇豔遇咧？豔遇呢家嘢暫時未遇到有，從來未發生過。未發生過，唔知係因為我落咗妝，可能個樣就太
太清純。係，主要係因為咁啫。咁啊好啲啦，即係睇嚟你係一個比較小心嘅人嚟嘅。係啊，的而且確咧，有陣時咧，我哋一個人出門口或者係旅行嗰陣時咧，有好多嘢要注意。譬如跟住嚟呢一個故事咧，哇！唔單止要小心，嗯，仲要唔好咁熱心。係啦，究竟係咩事咧？即刻有請我哋嘅外來團隊。我個方案搞極，老細都話唔過啊！你又點辦好啊？唔算好啦。我啊，直頭俾老細炒埋魷魚，冇嘢做啊！而家搞錯。唉，簡直就沒有天理了。怎麼了？你說我對他這麼好啊，百依百順，要什麼給什麼，憑什麼要跟我分手啊？哎，什麼毛病啊？喂，哎，笑到咁，睇緊咩啊？喜劇之王，各位旅客请注意，各位旅客请注意，从广州发往沈阳的特168次列车正在检票，请前往沈阳的旅客在8号检票口检票上车。各位旅客请注意，各位旅客请注意，从广州发往沈阳的特168次列车正在检票，请您前往沈阳的旅客在8号检票口检票上车。给你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听不懂。哦，你是找火车票是吧？在嘴里呢，嘴里。哎，这不是我的嘴，自己嘴。骑驴找驴的，收好了，别丢了啊！哎，好。我不吃，我不饿啊。啊，你饿了要去吃饭啊，去吧。啊啊，我给你看着包啊，你去买吃的。我跟你说，你快去快回啊，我这车快到站了啊。那你快点回来。哎，好。行，放这吧。哎，好，嗯。请注意，各位旅客请注意，现在在母婴候车室有一位旅客突然晕倒，请问现场哪位旅客是医生？请速到母婴候车室来。再播报一次，各位旅客请注意，各位旅客请注意，现在母婴候车室有一位旅客突然晕倒。请问现场哪位旅客是医生？请速到母婴候车室来。喂，老婆猪，哎呀，我今次出差咧好乖噶，冇识女仔啊。系咧，真系冇识，连一个微信都冇加。就是那个田兄啊，对。我抵衫买一套俾你啊。
啊，謝曬你，嗯啊嗯啊嗯啊，乖啊，好快見，拜拜。喂喂喂，你做咩攞我袋先？冷静啲吓，个袋系我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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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噶。喂，冷静啲，冷静啲。你听我讲，坐低。你話個袋係你嘅係咪？但個袋係我嘅噃。嗱咁樣，你將個袋擺喺度，我拉開鏈，睇下邊啲係邊個嘅，咪知咯，好冇？啊！係啊！喂！你阿媽，凍阿媽，阿媽，喂！係。喂，唔好抌啦，唔好抌啊！我嗰个袋我嘅系。我俾支筆你。我睇下冇紙先。喂，我打工賺咗一年錢，擺曬喺個袋度，跟住見到個同我著裝一樣嘅人，哎呀，我俾咗佢保管，跟住而家人同袋都唔見咗。哎呀，明啦！你听我讲，吓，呢度系广州，系一个大城市，系文明城市。喺我哋广州，唔会唔见嘢嘅，唔会唔见袋嘅。啊，信我啦！嗱，听我讲，我觉得你嗰个朋友咧，应该就有啲急事行开咗嘅啫。我而家去警务室咧，帮你揾下，睇下佢行去边好冇？帮你揾翻个袋好冇？嚟，起翻嚟，得啦，信我一句，喺广州唔会唔见嘢嘅吓，我帮你搵，帮我睇住个袋啊，唔好唔见啊。
時行咗去醫務室啫。我都話噶啦，我哋廣州係文明城市，喺廣州係唔會唔見袋嘅。我個袋咧？整唔見咗係咪啊？我唔打跛你啦嚇！你唔見我個袋，一陣你整唔見，你企企企喺度，企喺度，企喺度。你唔見袋，我幫你去揾。我叫睇住我袋，你連我袋整唔見埋，你先啦。哎，我累死我了！你的包，你跑哪兒去了？你我到處找你。怎么了？这是？呢個你嘅？我個咧。哎哎呀！快送医务室急救！干嘛啊？掌声有请爱来团队。今天财经猫猫说，原来所有这个剧都是你编，全能啊！编剧、导演、演员自己一个人搞掂晒。哇！首先感谢这个珠江频道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平台。嗯。然后呢，呈现给大家的呢，不管是这个笑还是不笑的东西，搞笑我们是认真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总想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谢谢。喂，今日真的好唔同啊！因为见到一个好唔同嘅演员喺度啊。我的师弟。王威啊，给点广东著名的青年演员。其实咧，有一个小小嘅呢个秘密咧，即可能唔讲大家都唔知道。包括王威又好，包括我哋嘅老作张和平都好，佢哋嘅本职工作真系唔系一个演员嚟嘅，佢本职工作系一个医院嘅医生。吓，你边个科嘅？其实我一开始在妇产科。哎哎。妇产科跟妇科有不是一个科，梗系唔同啦。妇产科同妇科点会一样噶？妇产科同妇科点解唔一样咧？妇产科系生 B B 嘅。你去过妇产科咩？我未去过。你未去过你知？你去过咩？嗱，争啲讲漏口啊吓！真系啊！但妇科系妇科啊嘛。妇科系睇咩噶？睇嗱，佢帮你把下脉，佢就知道。佢妇科做咩要帮我把脉咧？喂，这个妇科，我告诉你，对，妇科对，怎么样？有没有？哎呀，大王！你看，哎呀，这个天气一热了以后啊，请大家注意，尤其是这种中年男性会出现月经不调。我最近这个几个月不准的，所以不知道。对，原来是这个原因了，天气的问题。配合的太好。多谢晒，多谢晒大家，多谢晒，多谢晒。希望收到投票嘅时候，大家记住揿揿佢哋个掣咯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星星，你唔好再笑啦！你做咩？今日结婚咩？咁开心噶？你觉得我个笑样系咪好成熟咯？好似执到咁样咧？系啊系啊系啊！你点知嘅？未单止，我同你讲，其实我系同嗰件一样啊！吓，边件啊？即刻有请郑心堂。诶，饮杯啦！嚟，嚟嚟嚟嚟嚟嚟嚟。喂。你边度人？切，广东噶啦，我妹系。你嚟啊！我饮到知道广东啊！你系广东啊？诶，饮杯饮杯。广东边度先？广州咯。咁啱嘅。啊，我又系广州喎。你系广州人？系啊，老乡老乡老乡。嗯。喂，咁你住边度啊？荔湾区。饮杯饮杯，我又荔湾区，我系啊嘛，哎有有有，你又荔湾，酒逢知己千杯少啊，喂喂，你贵姓？我姓黄咯，我又系姓黄喎。
我系啱，我系啦，又又咁，我都得先喎，我爷先喎，我老家先喎，系啊，家国美食，唉，真系咁难得，乜嘢都一样喎，有你好有嘅点解？系喎，都有你嘅喎，诶，再饮杯，有啦，唔理啦，哎呀，有咩事咧？搵我啊！ 唔使讲嘢，点解？咁啦，唔好瞓啦。喂，老王啊，你老仔又饮大咗啦，嗱，嗱，接翻佢哋啦。好啦，饮啦。 见到我一个人企喺度，再加埋下边呢几只字都知道我做咩啊！小弟姓吴，即系我嘅风格嘅讲笑就何止上升，单口上升，单口上升难度非常之大，一般就冇咩几个识。如果你哋听过边个识嘅，吓讲得系呢一个我嘅，唔该你捻死我，留翻我喺度。问下大家一个问题：呢个世界上乜嘢嘢系最苦嘅咧？唔系唔系。 我条命啊，千苦万苦都唔及我条命苦。细细个嗰阵，屋企非常之穷，于是我靠自己不断咁努力，到咗今时今日嘅同学聚会，一睇翻天覆地嘅变化。我啲同学开 Benz 揸波子，而我揸住1蚊几毫逼巴士。点解咁多年嘅努力？ 个结果就一样咧，我总结出一个道理，唔系我比佢哋差，而系我冇一个好爸爸。所以由细到大，我每一年嘅生日愿望都系一样，我希望我个爸爸系一个高富帅，好似白马王子咁，戴住眼镜，夹住公民袋，翻到嚟屋企出现喺我面前。 请问呢度系咪有一个叫吴海杰嘅人咧？本尊就系、是、你就系吴海杰，冇错，啊，卒之揾到你啦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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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系边位咧？啊，呢张好卡片，啊，你叫大平子啊？我错咗，唔好意思，我错咗，我错咗咩？佳尊贤，其实咧，我系一个律师嚟嘅，呢个律师系。 咁今日过嚟咧，主要系有一个唔系几好嘅消息要同你讲声。乜嘢啊？关于你爸爸前几日咧喺外国就过咗身。答住，我话俾你听，我爸爸而家棋牌室打紧麻雀嘅，嗌嚟睇戏嘅之王佢唔理。唔系，你误咗啦。喺棋牌室打麻雀嗰个咧系你嘅养父，喺外国过身嗰个先至系你嘅亲生爸爸。咁我爸爸系边个？乔布斯你识唔识？识，苹果嗰个。 嗰个我老豆，比尔盖茨你识唔识？识啊，微软嗰个，嗰个我老豆，乜嘢你啊？唔系你啊，乜鬼啊你啊？虽然以上都唔系你亲生爸爸，但系同你亲生爸爸有莫大嘅关系。我爸爸系咩人啊？佢系日本人。 日本人，不过佢唔系一般嘅日本人，亦都唔系日本嘅一般人。佢一半咧系一般人，一半咧系日本人。喺日本一半嘅一般人里边咧，都好欣赏佢呢个唔一般嘅一般日本人。你知我讲咩？我知。你话佢唔系一般嘅日本人。 亦都唔系日本嘅一般人，佢一半日本人，一半日本人，好欣赏佢呢个唔一般嘅日本人啊嘛。睇嚟你真系明我讲咩啦吓？唔明喎。严格嚟讲，你爸爸佢唔系人吓，佢系一个神。Michael。
狗亂啊你！你又似你哋玩嘢啊！我老豆日本人，佢真係你嘅親生爸爸喎！親咩生爸爸？我係唔會為咗五斗米折腰，巨額遺產，我呸！有幾多啊？我律師咧？唔係啊，馬做咩唔嗌住佢哋啲？我話知佢咩人啊？日本人好，外星人好啦。我份巨額遺產就咁冇咗啦，都未知份巨額遺產有幾多。你爸爸個集團旗下有18個機場，28個賭場，38%嘅蘋果股份，48%嘅微軟股份，仲有中東一半嘅油田。我老豆日本首富，佢係大名鼎鼎嘅。系咧，我老豆叫咩名字？一碌座座木。我老豆一碌木嚟啊！你咪话，你爸爸嘅法即史咧，的确系同云木有关噶。云木咁咪即系托产？托产好辛苦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吓，托足成日，身水身汗，先至赚得个1蚊幾毫。不过喺咁多个托产人入边，唯独你妈妈。看中了你爸爸，睇啱佢啲咩啊？托參識得轉博咯，係兩個人咧相親相愛，卒之喺8年裏邊咧生咗7個細路。咁我咁嗰份遺產分好薄，可惜啊，一年死一個，一年死一個，最後全部夭折。咁都好啲，因為人嚟啊。繼續。不過天無絕人之路。卒之喺第9年，佢哋生咗第8個，我仲有一個。不過呢個好奇怪，佢一出世咧就係咁喊，係咁喊，生咗只狼出嚟，結果就幫佢起咗個名叫做嘎嘎烏啦。嘎嘎烏，你話聽嗰啲短命種啦，呢個幾個月命。啊！呢個冇死到，仲衰死剩咗。你做咩咁樣話自己咧？死啦！怪唔知我啲世人都掹仔啦，威美嗰個名啊，嘎嘎烏啊，唔方唔烏啊呢環。所以自從你出世之後，你爸爸佢每日都幫你準備身後事。可惜啊，你唔單止冇死到，仲一日一日咁茁壯成長，一日比一日健康。你爸爸佢抱住你，心都噏埋。點解你仲唔死啊？佢盼住我死啊！冇錢養你咪陰公。結果你爸爸佢把心一橫，決定點啊？去揾錢創業。唉，於是將你過繼咗俾一個姓吳嘅中國家庭。我知而家我打緊麻雀一個爸爸，換咗2000蚊翻嚟，賣咗我啊！仲要得個2000蚊啊！贏咗，你爸爸就攞住嗰2000蚊，買咗2張去美國船飛，準備出海創業。哇！臨走前一晚，你媽媽都開心啊，興合合將所有屋企值錢嘅嘢執埋一堆，放咗落行李，準備同我爸爸出發，跟咗隔離老王走佬。係，我係唔知老王今晚冇嚟啊，冇嚟嗰個叫老王，咁即係呢個叫老王。隔離嗰個咪我阿媽。哇，好亂啊！你爸爸佢傷心啊，於是佢懷著千般失望、千般失落，一再去流浪。懷著一分激動、一分希望，匆匆再次回望。你爸爸佢冇用。喺美國嘅遊輪上面，佢遇到咗一個富家千金女 Rose， 兩個人。在船上面開展了一段凄美浪漫的愛情故事。 Every night in my dream I see you I feel you。 我知道了，這艘船叫做鐵達尼號。我爸爸不是一碌座座木，我爸爸叫做尼安納度。走去哪裡？我覺得你好似唔係好信我咯。係，我信唔信你唔緊要，我最緊要想知道呢我老豆有幾多財產留俾我啫。如果你有100歲命嘅話，換言之，每一年就有36.5億，每一日就有1000萬。
yen 啊，美金啊。有錢富二代，1000萬美金啊！一五啊！我信你，我信你。喂，而家問題唔係你信唔信我，係我唔信你啊！即係你而家死老豆喎，你係咪應該關心一下？幾多死老豆啫？我老豆幾好啊！我的好爸爸未找到，若你见到他就叫他回家。我见他不到了，咁咪咁多。喂，我点知可以攞到嗰份巨额遗产？呢度全部都是啲巨额遗产的继承权，只要你签咗佢，所有遗产都是你的。签到就系我的，签唔签？签，攞住。唔記得帶筆添，哎呀，使乜筆咁麻煩咧？你幾時又走出嚟啊？著埋件衫啫，坐低。唔好意思，眼鏡。好靚仔啊，好靚仔。翻去。你傻噶你？咩啊？死黐線佬，你點解趕走我律師啊？你律師？我哋一碌集團嘅御用大狀啊！佢係御用大狀？你真係懵成成嘅，你自己睇佢卡片。開玩笑啫！聽日再見啊！嚇？行去邊啊？誒，帶你揾你嘅御用大狀。真係，所以你傻傻地唔知掟一碌集團太子爺。係啊，太子爺，太子爺。富二代。係啊，富二代。買車俾佢哋。誒，買車。記住登記。啊，嚟。再次掌声有请我们的正心堂团队。我刚才讲了这个现象啊，现在加设一个命题，就是如果你身边的人或者医生觉得你是傻的，你怎么证明自己是正常的？怎会啊？我们试一嘴好不好？跟我回房。5岁了。5岁我不跟你睡。你真的當我傻同你瞓？你唔係傻啊你！我梗唔係傻啦！你3個月前啊重症入我哋醫院嘅，你而家話你好翻，你講你嗰時我為咗見你一面啫嘛！你做咩為咗見佢哋話阮星華好靚仔，咁我咪嚟急急啊！原來不咁你都信仲唔係傻嘅？所以不外如是啦！你而家好翻未？好翻啦！你想唔想出院啊？我未唔係唔需要好翻啊！我都未傻過，點解要好翻啫？傻嘅真係，你真係當我傻啊你 ！OK， 好嘅，多謝曬。祖藍啊，萬事起頭難。等我私人醒兩個飯盒俾你哋。唔係淨係為咗飯盒，如果成個過程裏邊，如果我做得開心嘅話，我就係喜劇之王。好啦，即刻掌聲有請嚟自香港嘅阮兆祥團隊。最近咧，我媽神神秘秘咁啊，仲要夜晚咧自己一個人出咗去喎。仲有啊，佢仲喺微信嗰度咧，成日同一個男人喺度傾偈啊。我今日咧。就約咗呢個男人出嚟啦，睇下佢搞乜鬼先。哎呀，咁就係佢？點解我媽而家啲 taste 咁差噶？Hi， 你係寶姨嘅阿媽，你兩個好似樣啊！我係寶姨個女。唔好意思。唔緊要嘅，我唔好意思啊，真，我約你出嚟，其實有啲問題想問下你。你最近係咪同我媽咪行得好埋？係啊，我哋幾乎每晚都見嘅。其實我媽年紀都好大㗎啦喎，佢成50-60歲喎。年紀大仲啱我。哎呀，你冇事啊嘛，唔緊要，萬事有我。咁有時咧，我哋仲會用啲道具添嘅，例如鞭啊。喂先，我媽咁大年紀，佢身體受得到咩？好嘢，當然，忍一下就過㗎啦。你望住邊度啫？我喺度喎。不如咁啦。我直接啲，你咁样做系咪为咗钱啊？梗系啦，我都要生活噶嘛。不过你放心，
我哋做嘢係有收費嘅標準嘅。都唔好咁樣啦，你開個價俾我，我要你以後唔准同我媽嘅任何聯繫。唔好意思啊，你媽打嚟。老姨，係啊，今晚七點半，老地方見，不見不散。係啊，記得，做得靚啲。今日諗住教你一隻新舞。跳舞？你仲帶我媽去埋啲烏煙嘅醉氣地方攞去蒲啊？唔係啊，媽佢心臟唔得㗎。講乜嘢啊？你講乜嘢啫？你做埋啲咁樣嘅嘢，你一做做天田啊，你一做俾人劈，你根本係死唔見你死啊！小姐，我係廣場舞教練，個個都叫我阮老師的，所以請你禮貌一點，好不好？幾廿歲人玩埋啲咁嘅嘢，哎呀，我翻留去啦。報數，一、二、三。喂，我哋廣場舞蹈團唔係有七個人嘅咩？點解剩翻你三丁友㗎？哎呀，隊長啊，你成日都唔記得嘢嘅，死剩我哋三個咋？真係冇乜記性。咁啊，借問聲你哋幾時死咧嚇？差。啊，隊長你咁樣。哎呀，我唔係鬧你哋，只不過我好想認真咁問下大家，因為我哋廣場舞蹈團下個月有機會喺天河體育館度表演啊！天河體育館聽到都興奮嘅，所以咧，我請求大家，懇求大家，跪求大家，呢個月唔好死字。今次我哋呢個節目叫做一。家團聚廣場舞，到時咧個主辦機構會俾啲飛我哋啲仔仔女女啊、孫仔孫女一齊嚟睇噶。啲仔仔女女都嚟，我好耐冇見過佢哋啦。係啊，係啊，我成日都見啲仔仔女女噶啦，有乜咁出奇啊？係啊，整鬼你啊！咁我唔係同啲仔一齊住噶嘛？咁你同邊鬼個住先得㗎？我同啲女一齊住㗎。哎呀，喂喂！時間無多啦，開始排舞啦，係，準備，隊長，啊，其實你真係覺得我哋三個人係可以排舞啊？可以。哎呀，呢個啊係龍噶，呢個啊係跛噶。邊個見到我跛啊？我。好眼光，咁都俾你睇得穿。都仲有你呀嘛！我對眼啊睇得唔好啊，就唔好提啦。你先有問題啊！我幾時有問題？你有病啊！我幾時有病？你成日都唔記得嘢。邊會唔記得嘢啫？你咪就係啊！咩名啊？蝦嫂。蝦嫂，你咁講就唔啱啦。雖然我係人老，但我覺得只要人老心不老，乜嘢都可以做得到，係唔係？係。咁我哋開始排舞好唔好？好，我哋聽日見啊，拜拜。喂，你去邊啊？大會啊嘛。開始啊！你大聲啲啊嘛。大聲都聽唔到嘅啫。準備。啊！開始。停！你做乜鬼嘢又唔跳啊？啊，隊長，你係咪玩我㗎？輪椅點可以打橫行啊？注意下舞步得唔得？豈有此理！你係要多住咁多人，兩個人面前咁就奚落我咯喎！唔係，交流下咁啫，即係咁。Music。喂，你得唔得㗎你啊？प्यार कैसे होता है？俾翻張輪椅我先，唔好俾佢，俾翻我，唔好俾佢，俾翻我，唔好俾佢，俾翻我啦！唔係我啲仔女知道，佢唔理我噶。幫我煲啊！幫我煲啊！過嚟啦，過嚟啦！哎呀，坐低啦，坐低啦！咩事啊？整鬼你！啲仔女無啦啦又點會唔理你啫？係咯，自從我舊年封心，佢哋不知咁幾照顧我。
所以我覺得風室坐喺度嘅時候，我決定唔起身啦。啊，原來係咁。只不過想你得閒打個電話俾我，或者發口信俾我咁啫嘛。啊，我孫仔啊。係。爺爺爺爺掛住你啊！哈哈哈。哎呀，好取笑！哎呀，呢個科技咁犀利，佢係咁樣就發個聲音出嚟噶咯。而家我哋通訊係咁噶，唔似舊時噶啦。我都有。我的孫仔孫女最喜歡我發紅包，他一發即刻復，我發給你看。是嗱，三秒復，三二一，啊，真係發啦，聽下聽下。妈妈，多谢你个红包，但次次得一蚊咁少，下次可唔可以大风啲啊？大风大风会吹走噶嘛？哎，好，队长，吓，帮你周翻过嚟。细乜嘢？我做脏咗啦。新机嚟噶喎。系。死老嘢，你死咗去边度啊？快啲死翻翻嚟啦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乱咁浸人啲嘢嚟睇嘅。好啦，时间无多啦，啊，排一直线开始跳舞啦吓，嗌三声开始，三二，系我个仔打俾我，我叫你打嚟，哎呀，都有人打嚟啊！喂，我天气热啊，着多件衫啊。三亚海南岛我未去过，过海关嗰度攞个包。我是我親自去攞，一加一等於幾三啦？三點鐘就要過到海關度攞個包裹，仲要我俾50萬你，我有50萬，我俾你啊，係。哎呀，你點啊呃人噶？你點信過的噶？呃人嘅咩？係啊，喺屋企講嘢又冇人聽，嚟到呢處講嘢又冇人聽噶。嗱，俾多三秒鐘時間你哋啦，好收電話，跟住開始排舞，三，耶！一點九，一點八，一點七。哎呀，隊長啊，佢哋同啲孫仔孫女啊，嗰啲啊仔仔女女咁樣傾偈，傾得咁開心，你俾佢哋傾下啦。咁我哋聽日再繼續排舞啦。好啦，好啦，聽日先排啦。都冇啦，我哋聽日見，拜拜。買花生啦，買花生啦。而家聽到啊，真係，裝快嘅你哋啊，真係。哎呀，隊長啊！整鬼你啊！今日咧，你為咗準備呢個表演，個人咁勞嘈啊，好似好緊張咁樣嘅，你咩事啊？咁嘅，表演嗰日咧係我生日，我希望我哋一家大細睇完我表演之後，同我食餐生日飯咁啫。咁你生日啊嘛，所有人啊都會嚟同你慶祝啦，做咩擔心咧？舊年我就係一個人過噶啦。對唔住啊，大聲咗啲啊！唔好意思啊，對唔住啊！啊，係咧，啊，未聽你講過啲細路咁嘅，講嚟聽下啦。哎呀，唔好問啦。講嚟聽下啦。唔好問啦。講兩句都好啦。死曬啦！唔好意思，咁我揾日同你去拜下。死曬去第二度做嘢啊！咁啊，下次同你一齊去拜會下佢哋啦嚇。啊，好啊，你講噶，你一定要跟我去啊。好。啊，隊長。啊。咁你啲仔女咧？唉，翻到屋企啊，雖然喺齊態度，但個個淨係望住部電話，冇人同我傾偈嘅。明啦明啦，你啊，用心良苦啊你。系啊，阿哈嫂啊，輸個唐突咧，唉，唔知你肯唔肯做我個盤咁咧嚇？嚇！哎呀，其實雖然我仲係單身，但係我呢個年紀我都唔講呢啲盤唔盤嗰啲嘢，哎呀，唔好啊！啊，我信得過嘅咧。信你嘅，我講嗰啲盤係跳舞舞伴，
要咪鬼信佢啦，佢成日正教母为命，佢查查想咁样样咋？哎呀，而家我哋边度讲呢啲嘢噶？只系希望同你做个跳舞组合，跳下舞咁啫。好吧。我跳，哎呀，唔都系唔好啊。哎呀，试下啦。好啦。嗱，呢只。呢只我哋嗰阵时咪跳过嘅，齐跳啊！一齐系啊系啊系啊！点啊？咁样，擘大手，擘大，翻嚟呢度，系啊。啊，跟住咧？咁啊嘛，再嚟咯。卷卷埋嚟，再摇下啦。啊，系啊系啊，摇啊！啦啦啦！其实方才你跳得几好啊！多谢啊！其实跳舞咧，我真系好中意噶。系啊系啊！我真系好中意，因为跳舞系我个梦想嚟嘅。我做女嘅时候，我已经开始跳噶啦。系啊。咁到结咗婚之后，我就冇时间跳啦。到我而家老公死咗，我大把时间跳啊！唔好意思啊。提起你啲傷心事添嚇，冇嘢啦，我明白過咗去噶啦。啊，隊長，咁你嘅夢想又係乜嘢？哦，唔講呢啲嘢噶啦，我哋乜嘢啫？講嚟聽下啦。講又唔講，又唔講。係呀，我又講咗我自己個夢想，你都要講嚟聽下，你開心share出嚟啊嘛。嚇？我的夢想呢，就是一家人齊齊整整笑住回家，跟住我的兒子呢就走嚟問候我，阿爸，你身體好嗎？跟住我的孫仔孫女呢就咳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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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嚟，佢跳上我膝頭度，爺爺，跟住我同佢講聲乖，一家人坐在中原台上面吃餐饭。如果我老婆还在生的话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一定会回来的，他们的仔仔女女一定会回来跟我们吃饭。一家人齐齐整整是一定会的。知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呢未怕江风吹散了热爱，咁点啊？咁就万水千山总是情。不如我哋跳只舞咧？喂喂喂喂喂！吓、啊，跳舞点解唔预埋我噶？边个嚟噶？系啊，把声咁熟嘅。点解唔预埋我啊？跳舞。哎呀！系啊，周哥啊，周哥一齐跳舞啊，都系我个梦想嚟噶。系啊系啊，我中意跳舞。好啊，嚟嚟嚟，跳啦！叫埋啲姐姐一齐上嚟跳啦，好嘛？一齐跳，一齐跳，嚟啦嚟啦嚟啦！最紧要开心吓，大家都系啊吓。彪姐，系啊。莫说青山多障碍，风也急，风也劲，百云和山峰也可转晴。莫说水中多变幻，水也即水也静，百人似水。爱共永，未怕江风吹散了热爱，万水千山总是情，聚散也有天注定。
不愿不愿明，人丑有山水同作证。多謝。其實呢個小品真係好有人民嘅關懷。有笑有淚啊。冇錯，我相信所有朋友睇完之後咧，真係會有一個共鳴嘅，就係老年人嘅關愛問題。嗯，係啊，因為即係我其實我自己曾經都係做錯過嘅。嗯，係。因為咧，我爸爸咧就50歲就走咗啦。咁即係我媽媽嗰陣時咧，已經40幾歲咧就已經喪偶。咁嗰時我20幾歲啫，係咪？都仲未諗得通啊！我記得咧，我爸爸過咗身幾年之後咧，曾經有人追過我媽媽嘅。咁當我知道呢一件事之後咧，我唔知點解咧，我好妒忌嘅，即係我覺得，我爹哋係爹哋嚟噶嘛，即係你其他人點可以取替佢咧？所以我好反對呢件事情。但係到我而家大個咗，我去諗翻轉頭，我覺得我自己好自私嘅。係。我覺得其實我可能我都唔係唯一一個啦，好多可能社會上面都好多人，好多爸爸媽媽可能中途就已經喪偶啦。咁我覺得子女應該要接納佢哋去揾個伴，去重新開始佢哋嘅新嘅生活。咁啊，所以我有呢個念頭去創作咗呢一個劇本。好嘢。好真實嘅自身感受，所以呢個劇我哋睇起身係特別覺得即係好投入，同埋即係好俾到教育我哋自己咯，覺得。我唔敢講教育咯，我只係做一個自己嘅經驗嘅分享。喚醒大家嘅良知。咁啊，當然喺呢度希望大家再一次俾掌聲，我哋今次嘅助演嘉賓胡楓先生。多謝。唔係，我想問首歌咧，係啦，點解會請到你老人家上嚟即係助演嘅咁好嘅？係，我知道咧嚇，呢個雖然係小品，但係佢帶咗好多正能量俾大家嘅，就點樣咧對自己嘅父母要關愛啦，係嘛？對身邊嘅人咧就要珍惜啦，咁所以咧佢哋將呢個小品咧就做咗出嚟，仲有教跳舞添。我想問一樣嘢咧，就係佢哋今日幾個咧都就扮老人家嚇，係啊係啊。咁啊，你呢個老人家覺得佢哋扮得似唔似你咧？夠唔夠老咧？佢哋扮得老過我。我雖然係85歲啊，但係咧嚇，85歲啊！完全係睇唔出。喂，呢個唔係台詞嚟㗎嘛？真係真嘅85歲嚟㗎。我未睇過台詞喎。我就睇你咁嘅狀態，我以為你可能真係60-70歲到啦。係，喺20年前就係六十。輝哥都犀利嘅，真係創下好多紀錄。大家都要多做運動，因為多做運動咧又身體健康，身體健康就自然咧就會開心㗎啦。係。既然開心咧嚇，咁屋企人咧都會戥你開心嘅，所以大家多做運動。不要懶啊嚇！好清晰啊頭腦。OK， 多謝我哋演員團隊，多謝收工，多謝收工，多謝收工，拜拜，多謝。就是今天第一次會站在我們喜劇之王的保衛團隊。哇，說起他們真的不得了。那他們其實是來自72家房下，有請。我是九警長，我的職責就是維護治安，保證大家的安全。但我聽說你不講道理還回辦的噃，我很難做的嘛，你知乜啦？但也不可以蠻不講理的。鬥鬼啊！你理得我啊？咁啊，等觀眾去評啦。唉，唔知點解呢排坐多行嘅生意越嚟越差，大家都唔嚟食嘢嘅。今時今日咁個服務態度唔夠㗎，睇下劉華廣告就知啦。我煮啲嘢咁好食啊，大家點會唔嚟啊？你態度唔好，人哋點會幫襯你啊？啊，好聲好氣同你講嘢，係都唔聽嘅喎，聽人説。日日催大家交租，我好攰噶，唔该大家自觉啲啦。如果你再唔交租嘅话，我趴你出大院噶。你收敛啲啦，几多人都想好似你咁啊，唔使做就有租收啊，你要知足啦。我哋系喜剧之王。
哋嘅帮派俾个新嚟嘅警。企喽，举起双脚踎低，屎忽向西。大佬啊，双脚点举啊？落水系嘛？信我一枪射死你啦！信啊！信啊！举起双脚。嗱咁啦，我最多系咁嘅啫。你开枪啊！乜举得好地地啦？做乜叫其你都唔举啊？吓？呢双手嚟噶，唔系脚啊，好唔好？仲博仔吓？我话系脚，你咪一枪！我嘅死罪猫！喂，话我罪猫系嘛？有冇一枪？诶，得，我都讲过啦，一枪射死我啊嘛！举起只脚！哇，九哥！神到流流喺度哈哈爸爸啦！咩哈哈爸爸？我讲俾你听啊，我冇罪，我冇罪吓，我而家查紧佢。警察先生，我系好人嚟噶。好人？梁文正咧？冇带。咁呢种梁文正咧？得。啊。有，咁我走得未？嗯，梗啦。哎呀，你只站兜鬼啊！俾啲公仔纸嚟呃我，吓？唔系公仔纸嚟噶，呢啲真系钱嚟噶。不过你哋呢个年代未知噶咋？啊？咩呢个年代啊？唔系，即我啊话你哋呢一代唔知噶咋。哦，我知啦，你只站兜鬼共党，乜呢啲呢啲共党钱蛋？唔系，我喺外国带翻嚟嘅，外国钱，外国钱，系咯，外国钱。我同你讲啊，听日攞多啲呢啲外国钱咧，就发落港纸，我就滴你某监啊！啊！阿哥记，你袋住啊！你做乜俾钱我啊？咁你话你喺国外嚟噶嘛？你边有我哋呢度嘅钱？你唔袋住钱嘅话，你点俾嗰只啖兜鬼啊？你收翻啲钱啊！我有办法对付佢嘅，唔该晒。咪行住啊！你都冇錢，點有辦法喎？袋住啦！阿牙妹，快啲整碗蛤底粥俾我。啊！等等下。啊，係啦，小姐啊，有樣嘢我想問下你。咩啊？有冇見過呢個人？得個背影，邊啲係邊個喎？啊，攞啦嚇！快啲快啲啦！唔系喎，佢个背脊四地方方，个等大到可以摆廿围喎。喂，仲唔快啲啊，妹？似佢啊，廿围啊！啊，嚟！望咩望？乜未见过靓女咩吓？银妹啊，快啲啦！督导，哎，嗱，身边滚热辣啦，咁啊差唔多。原来真系你啊，九哥，咩啊？你只啖兜鬼，你做咩执咗我支枪都唔讲啊？吓？
記得聽日攞啲髮廊俾我啊！啊，有啲咩食啊？啊！哇！咩事啊？冇冇嘢嘛你？哇！使唔使放咁多胡椒粉啊？唔得！哎呀，攞你条油炸鬼面唔得啫！哎呀，你见见平家嘢都唔俾钱噶啦！哎，喂！哎呀，你冇嘢啦，你好似好巴闭咁样，你做乜起身啊？你呀！我想叫佢攞。哇！做咩啊？做乜嘢？我你我想表白啊？吓，孙女八姑啊？唔系嘛？八姑四四方方，你一中意啊？哇，好重口味喎！喂，咩啊？呢啲叫做天生丽质难自弃啊！咁啊系啊，冤猪头都闻被菩萨咧。我而家最想嘅就系一刀捅死你！嗱，我讲中咗啦，发烂渣啦，你发烂渣啦！唔系，佢乱咁噏嘅啫。我走啦。你系咪几日冇食嘢啊？我唔肚饿。不如咁啦，我煲碗粥过你啊。系，我哋档口咧虽然豆腐润咁细，但系都好缺人手噶。咁你而家又冇钱又冇物咁，如果你唔介意嘅话，你嚟我哋档口帮手啊。咁等你到时搵到嘢做咯。你咪代走咯！你真系好人。喊咩气啊？你坐下，我煲碗粥过嚟啊。喂，你如果系中意我嘅话，我份人咧好鬼随便嘅啫。喂，白姑你，唔系，讲错咗，你中意还中意啊？我份人唔系咁随便噶。你收线。我而家第一个想怼死嘅就系你，跟住我怼冧你隔篱嗰件。我中意你，你再讲我中意你。喂，白姑你唔好当错声啊！喂，我讲错咗，系你中意我啫嘛，我冇中意过你噶。你仲讲啊？嗱，佢因爱成恨。你听我讲，我向天发誓，我从见到你第一刻开始到将来嘅200年。我都唔会中意你。喂，讲说话又唔好讲到咁过头啊！感情呢家嘢好鬼难讲嘅。咁咪就系咯，话唔中意人哋，点解代人张相啊？吓，点解代咗张相啊？系咯，点解会有个做？有字嘅位后边吓，银妹。有字。点解会张司长银妹个名噶？系咯，银妹，1985年。呢張相唔係呢個年代嘅，係恩妹1980年影噶。你係恩妹？撞鬼你咩？我邊係恩妹啊？你欺我肥之大隻。咁你哋知唔知邊個恩妹啊？佢咯。成個西關係得我一個叫恩妹嘅啫。做咩啊？从细到大，到而家，都冇一个人好似你咁对我咁好。点解？点解我嘅目标会系你呢？点解啊？对唔住。无论点都好，我都要完成任务。呢个定时炸弹，佢嘅爆炸范围将系1公里。我开启咗之后，我就用古董表翻去未来，剩低嘅听天由命。你企喺度做咩啊？
都凍啦，你過去食啊！喂，銀妹啊，依只斬刀鬼啊，神神化化，唔好黐佢咁多啊！你做老公噶？你亂噏啲咩啊？我見人哋可憐啊，關心下佢得。銀妹，欸，你唔好咁好人啊！好人未必有好報噶。點會喎？我幫你，唔通你會害我咩？喂喂喂喂喂！你做乜突然间对阿妹咁好啊？佢有老公噶，你又有咯，多事啦你。喂，呢样嘢真系几得意喎！哎呀，好趣致，你睇下呢个。喂，你唔好掂啊！咩啫？话。喂，你攞翻嚟啊你！喂，开咗。根本，你快啲走！我做咩走啊？人哋趕住走啊！走得越遠越好，快啲走！你中意你走咯。嚟，我哋坐低，慢慢傾。哎呀，我唔走得噶！做咩啊？呢日翻嚟做乜嘢啊？我打起啲油搭鬼，唔記得鬧啊！冇理啦，冇時間噶啦，冇時間啦，炸彈啊！走啦！好啦，咪啲窿啦。喂，搞掂件事未啊？杀手，我嘅任务应该系你。小品咧，即係有啲似係七十二家房客嘅升級版喎。嗯，因為阿星雲喺度啊嘛，咪升級版咯。阿阮星航又喺度，咪升級版。係咯係咯。你可唔可以有啲誠意咁答問題啊？係咯，你又扮殺手啊？嚇！咁點知扮到最尾咧？哇！呢個殺手有良知到咧，即係都未見過啲咁嘅殺手。佢就因為見我咁有良知，先揾我做啫。呢個就越老越奸嘅。係啦，冇錯，真係調轉啦。我從來未演過奸人㗎。我就覺得今日嘅殺手應該你演啦。但係問題唔得啦，唔係啊，我唔夠佢爭啊，佢已經中意恩妹啊，唔俾我演啊。佢扭唔翻直。你背後睇啦，陣邪氣啦。係啊，即係佢演殺手，演唔翻啩？係啊，佢一定會痛下。唔到手啩？係啊，我演咧就唔止殺埋阮星航啦，毛毛都唔會喺度。你現場一個都唔留，謀殺。係喎，今日呢場對你好重要，因為補位。係啊，第一次嚟啊嘛，你哋。係啊，所以我哋第一個小品咧，就用一種咁樣嘅題材，無他嘅，我哋都認真啲，做好啲，就達到五個字。好心有係咪啊？小人叔，嗱，就達到五個字，七十次家訪客。OK， 多謝曬。由於你哋今日係第一次嚟到呢個初來報道啊嘛，所以會有一個印手印嘅儀式嘅。OK， 好。我哋今日五支嘅隊伍全部嘅演出經已過一段落啦，咁佢哋亦都已再次上到台度咧，準備要接受觀眾投票啦，係咪？冇錯啦，嗱，現場咧，我哋所有嘅大眾評審咧，每個人手上咧會有一個投票器嘅，一號代表佢係嚟自廣西嘅楊建偉團隊，二號代表佢係愛來團隊，三號代表佢係正心堂團隊，四號代表佢係阮兆祥團隊，五號代表佢係七十二。好啦，各位中意边个投俾边个，记住多项选择，投票开始。咁仔啊！哇，谂噶喎，啲人真系喺度谂噶喎，未谂掂噶喎，原来。
好啊嘛，大家嘅表現都相當地出色啦。所以我見到好多觀眾朋友投票嗰陣時咧，都會有猶豫。即係每人可以投幾票？每人最多可以投五票。即係你撳幾多個都得？係啦，你撳幾多個都得。哦，咁樣嘅。投票結束。好啦，究竟我哋今晚第九場邊個會攞到排名第一？邊個係排名倒數呢？請公布。究竟新嚟報道嘅72家房客，佢哋嘅成績會係點樣呢？究竟新嚟報道嘅72家房客，佢哋嘅成績會係點樣呢？邊個停先啊？杨建伟团队今日得票是249票，外剧团队是246票，静心堂团队是258票，阮兆祥团队是262票，72家房客团队是253票。换句话，今日的冠军就是阮兆祥团队，恭喜晒！提醒下啦，外来团队呢个票数咧，暂时为止系全场最低246票，希望你哋跟住来了，加油啦！嗱，证明咧唔出声系有啲蚀底噶。系啊系啊，本节目嘅所有奖品咧系由科技订制全屋家具嘅上品集配提供嘅。本期节目所有嘅精彩内容咧，尽在粤 TV 喜剧之王专区进行点播收睇。搜索微信公众号珠江驾到咧，更加有机会可以赢取到现场录制嘅门飞添。更多嘅视频与互动，请关注竹电新闻 APP。同时咧，我哋都要鸣谢翻我哋嘅 sponsors 嘅，佢哋系希一谷巴高凡机构、Tip Studio 帝孚化妆造型机构同埋 DNA Studio 化妆造型机构。再次多谢晒我哋电视机前咁多嘅观众朋友，多谢晒我哋现场所有观众，多谢晒舞台上所有嘅老师，多谢晒，多谢晒，辛苦晒。喜剧之王第10场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